是不是有两种？是不是有哪两种？哎，我另外这边的朋友。谢谢。谢谢。我习惯性会拿着麦克风在散步。两只，好。你再等我拿。哦，快思跟慢想，掌声鼓励一下。好，还有来。思考跟不思考，思考跟不思考，来，太棒了，掌声鼓励。好，还有吗？怎么都没有什么思思感冒胶囊跟思思鼻炎胶囊，很奇怪的。OK， 好，太棒了。我想请问各位老师，你刚刚有在思考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所以大概有一半的人在思考，一半的人在等答案，对不对？很正常。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对不对？好，来，这是我们常常的。学校环境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的教学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给他标准答案，然后你有什么想法，老师会帮你把它修成跟老师一模一样的。OK， 这是我的想法，大家看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想请问后面的是看得到的吗？因为这个角度好像 OK 好，这是子曰说的，很有道理。这是我说的。学而不思就会罔思，思而不学就会殆。对 ，OK， 各位老师应该快要啼笑了，对不对？好，你讲完思思也有两种。魏晨老师说，看的速度比讲的速度快，所以大家自己看。OK， 对不对？其实蛮有趣的哈，就是一些小小的分类哈。那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的说，其实是好奇心哦，它是可以杀死一只猫的。但是标准答案它是可以杀死好奇心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点。想要跟大家探讨，我们怎么样带领一个课程，可以让学生愿意讨论、愿意参与，让每一个人都有任务，然后沉浸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办法来设计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课程。好，那这是今天我们的任务。OK， 首先呢，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哦，不对，是没有很久很久以前。江湖上传言，钟昌宏是翻转的绝世高手，他的翻转事迹记载于《科学人》《亲子天下》。然后还会逼大家看他的影片，对，还有一起，所以只要参加翻转教师工作坊的老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后呢，非但如此，他门下弟子人人皆练就一身翻转的好功夫，这是他的门下弟子。哦，今年的学生就是这些，哦，翻转的好功夫，看起来还不错，对不对？哦。好，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来，这是真正翻转的。为了拍出刚刚那张照片之前，翻了好多好多张。其实学生练会的呢，不是翻转的功夫，他们练会的是劈腿的功夫。好，然后他们还会练习打滚的功夫，然后老师也会练习狗吃屎的功夫。对，就是其实哈，在这个过程之中，为了要拍出一张好的照片，我真的之前跌得非常非常惨。那现在大家这样看起来好像哇，好像很厉害，其实之前也是跌得非常非常惨，哦，也是跌得非常非常惨。而且啊，钟昌宏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手，你知道是谁？超可怕的，没错，叫做王大池。就是王大池，太可怕。他会把昌宏锁起来这样子，对，然后钟昌宏就会被掐脖子之后就会怎样，就会，然后把舌头伸出来，哎，就跑出来，然后就把舌头伸出来，对，所以那个钟昌宏其实是一个不太正经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很喜欢爱因斯坦说的一句话，爱因斯坦说这个，他说什么？
有没有英文老师？看不到，好像角度有点低，对不对 ？OK， 就是假如啊，每个人都是有天分，都是天才啊。假如你判断一只鱼它会不会爬树，都会爬树来判断这只鱼的能力的话，那它就会觉得自己很笨。那其实鱼它不会爬树，但是鱼很会游泳嘛，对不对？我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哦。对，假如现在来找那种白痴界的比赛样子，应该是第一名的样子。OK， 好。所以鱼真的不会爬树吗？好像会，对不对？好，好像是会的。这是什么东西？弹涂鱼，其实它是会爬树的。好，那常常有人会问说，在翻转的过程之中，你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困难，你是怎么样去解决它的？好 ，OK， 好。那总之呢，先讲这个右边这个漫画，就是有一只鸟，一只乌鸦发现了一瓶水，可是它要喝，它喝不到，怎么办？然后它就开始去找石头，去河边找石头，开始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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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水就满起来了。然后等等，小河，然后就吐血了。好，这在讲什么？有人在笑。为什么？他明明都已经在河旁边了，对不对？就直接喝水就可以了，他何必还要去叼那个石头去放瓶子里面？然后其实这是很有趣的。我之前其实我遇到很多的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蛮多的困难啊。好，那但是老师问我说，老师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你是怎么样解决的？哦，其实我会觉得每个老师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啊。可能你遇到一个很棒的长官，然后你会遇到的很棒的校园文化，那你的家长非常支援你，你的同侪给你很多的帮忙。然后你的导师那边、学生那边、设备那边、网络速度那边都非常非常棒，太棒了，对不对？我这边辛苦的那边叼石头的时候，你已经在喝水了，对不对？那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状况，所以解决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那就很像这个吧，对不对？人生有太多他妈的不公平，那个没有手的，然后这边是千手观音，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台大的举例来说啦，像台大那边万中选一的学生嘛，对不对？他们刚刚说他们做出那个什么神级的那种，对不对？我心里想，我的学生只要有交作业我就偷笑了啦，还要做出什么好结果？对，好 ，OK。然后北英语的学生，大家等一下去听孙老师讲也是一样，我去看过他上课，哇，北英语的学生之聪明啊，对不对？然后中山女高的学生非常的有气质哦，而且他们也都是 TI 九八以上的，而且你会发现什么共同的结论，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成绩非常好。女生，男生的，对不对 ？OK， 好了，那桃园国小是上次要是大家有参观的话，是台东嘛，对不对？他们每一班才十几个，然后他们校长行政的协助给了蛮多的协助。那龙埔国小是等一下大家去听，要是国小组的话，它是2010年才成立的新学校，今年才第三个班，很新很新的学校，所以它的设备呢是比我们好很多。然后那中彰回。观光国中是一个都会区的大校，家长的社经背景、资源、资质是不是都比较好？所以我们可以找到好多好多的理由，好多好多的原因哦，然后来说，哎，其实我有真的有一些困难，然后别人做得到，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班级的状况，这是我们班的状况。我们班现在有29个人，抱歉，因为后面看不到，可能就变成我嘴巴再讲一下。然后一半男一半女，那一半的学生只有一半的学生是跟父母同住哦，哇，然后1/3是单亲，然后1/10没有跟血亲同住。我们班有被遗弃之后领养的，然后也有低收入的，是低不是中低。然后有就原住民的有2个人，然后有儿少辅导的，外籍配偶的，然后家长有精神疾病的，要从小3就开始中辍到现在，然后有智能不足的，然后阅读障碍、自闭、过动，然后自由生存数是0，对。是不是跟大家的班级非常的像？对，有比我还惨的局长，有吗？有一位，好，那等一下，老师，我们好好一起来吐苦水这样子。好，那看完之后，其实你会觉得我好像也还没那么惨嘛，对不对？应该可以试试看，应该可以试试看。OK，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担心挫折，不用担心犯错。哦，要是担心犯错的话，你就不用，就是可能接下来就比较没办法有一些原创性的想法或者是结果。那假如真的很困难的话，可能会代表着是不是有巨大的收获等着你。我想请教在座的老师，你已经先尝试在做了，请举手。已经有做了，
已经有过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十五位，所以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老师已经开始尝试了，太棒了。好，所以你可以接受我刚刚那种说法吗？这个，这个，因为很困难，所以有巨大的收获。我之前看到佩佩说，老师通常问学生问题，会给他多久的思考时间？平均是两秒到五秒，就没了。对，所以其实是蛮有趣的。我们让学生想事情的时候啊，你要真的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去思考。OK， 好来，那我跟大家讲，我觉得刚刚我们就是说很多很多人他成功是因为他有他的先辈的一些条件啊，我们未必有那样子的条件，未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 PR 九十八以上的乖乖牌名声。我们有很多那种过动的，然后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状况要处理。所以今天张辉成成功，今天孙玉珍成功，今天叶秉成成功，是不是代表我可以成功？不一定。我觉得我看起来也会觉得，我未必有那样子的条件。可是今天假如我找了七个县市的老师，十个学校，包含了有传统的名校三千多人的学校，也有一百多人的原住民学校，找了十七个老师，找了一千多个学生一起来做，然后把结果告诉你，会不会比一个人一个闪亮的星星在那边更可以说服你？对不对？好，这一群呢是我那个前一阵子的老师吼 ，Bio Flipper， 然后跟我们一起做的结果。那请老师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后面字太小，我知道，所以我讲一下。最下面这个是讲述法，哦，最下面这个是讲述法。接下来这四组是翻转教学，这三组是翻转教室。然后在操作的过程之中呢，这是上课的时候学生他自己老师展示投影片给学生看，这个是老师操作软体的部分，这是学生分组操作软体，这个是学生一人一个载具操作软体，然后这边是老师展示投影片，然后老师操作软体啊，学生分组操作软体，但是上面没有个别操作产品。好，那老师可以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吗？分组操作软体，或者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走走。那个现在的翻转教学跟翻转教室的最大差别。太棒了，掌声鼓励。对，老师你觉得呢？我觉得看起来是，教室是说回家要先操作电脑部分，教学是老师嘛？看起来。对，所以翻转教学指的是在课堂上面，我们做以学生为中心的方式的教学，所以这四组的学，应该说上面这七组的学生在课堂上面全部都是用讨论的方式，全部使用相同的教材，使用相同的软体，全部都一模一样，前侧做相同的，后侧做相同的，然后操作的时间全部都一样。 OK， 好，那老师们看到了什么？所以上面这三个翻转教室的是回家有先看影片，然后有平台的资讯，然后下面这些是没有的。这时候大家都安静的时候，叫做开放一分钟讨论时间开始。等一下告诉我，大家讨论一下，看你看到了什么？这个图表，这是它的前侧减后侧，对不起，后侧减前侧的进度倍数。好，所以我等一下抽签了，组长可以赶快决定你们那组谁要讲话。差不多了，好来，那我们就十三组，对吧？十三组组长，十三组在哪边？好，请指定一名你们的组员回答这题，说说看想法。老师放麦克风，我麦克风拿过去。不用，请说。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教学跟教师，因为我们在第一个我们有提出来，就是那个软体到底是哪一种方式啊？有可能像之前我们在
看到有老师有提到说，教授老师有看到两个在拍整个对对对那个软体，对对对，这是一种，就是他们可能用个别操作的去回答题目，或者是群组的力量，有人可能不太会说，那群组可能给他一个答，给他一个方向给大家，然后一起讨论，然后试试，我不会，你帮我马上就回答，来操作，所以他可能学的更多，就是自学之外还有互学。那另外我们也在思考那个软体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我们讲的对不对，是中老师那个东西，还是另外一种？所有的人使用的软体全部都是相同的，它是一个模拟软体，对，不是那个做题目的 fighting 的软体，对，除了讲述法没有啦，讲述法没有使用，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有，对，所以他们的差别主要不是在于软体哦，全部都有软体，对。如果是不考虑那个东西，就变成说分组跟个别来讲，以分组来说，如果是分享教室，那分组的他的学习的效果比较好。老师的讲述学习效果比较不好，这样子。所以老师比的是上面的七组跟第讲述法比而已吗？都有分开思考。这都是分组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他的成效好像是比较好，但是因为他在分组操作软体的部分。然后如果是以分享教学的部分呢，其实就觉得因为我们看到都是老师的成效可能不是很好，就是让学生自己学、自己操作、自己讨论、自己发表，然后可能因为这样子，可能成绩会就提高了。因为在同侪之间，就像我们刚刚听到，是因为时间的压力，好学习，然后用懂的语言来学习。就像我们老师讲，可能讲了之后，就像我现在在学校遇到过，有个老师一直在讲，跟小孩子讲一个成语，他都搞不清楚那个成语是什么。老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比较的是这个有学生操作的，跟这两个有学生操作的，很明显的都比老师的还要好，是这个意思吗？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OK， 好，太好了，来，掌声鼓励。好，老师们，请问你看到的结果是跟他一样的，请举手。好，情况下他还有很多不一样，来，老师们要不要说说看？好，那边老师要分享，对，老师要麦克风吗？不用。好，请说。我们看到的部分是翻转教室跟翻转教学上的差别。因为翻转教室是没有学生个别操作软体嘛，所以我们单纯就是用分组的方式下去看的话，其实翻转教室比翻转教学好很多。可能啦，我们的推测是因为学生自己回去先有做 preview 的动作，然后再加上分组讨论，可能大家可以一些互相的想法激荡，的确它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我想问钟老师，就是比较奇怪的，为什么翻转教室跟翻转教学，他们在教室展示 PPT 上，反而翻转教室是不好的？就它的比例竟然是比翻转教对这一条比这一条对 OK 对 OK 好，太好了，谢谢，掌声鼓励，好棒，那个观察真的非常敏锐，还有没有老师有发现到什么事情？老师请说。翻转教学里面，为什么分组的成效比个别的还要差？对，这就是结果。老师，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觉得是不是因为没有前置的比较多的了解，所以以至于讨论无效，讨论的成效比较多。老师，现在比较是这两条吗？对。那他们都一样，都是哦，所以他们讨论无效。他们全部都是讨论的哦，他们也是讨论，只是软体是他们是小组操作，而学生个别是每一个人拿一个载具操作，可能是每台电脑，所以都有讨论。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后面。不好意思，我要请问一下，因为我不太确定那个操作软体的软体是什么东西，那跟展示 PPT 到底差别在哪里 ？OK。然后展示 PPT 跟讲述法是不是差不多的意思？好，操作模拟软体这个部分，它是把模拟软体整个模拟的过程全部拿掉，只变成是直接秀结果。这等于是我告诉你结果，然后大家我们根据结果来讨论。那这个有操作软体的部分是老师去操作软体，所以学生可以看到整个模拟的过程。那上面这个是学生自己操作，这也是学生自己操作，只是载具的数量不一样。这样就解决老师的问题吗？不是，这边是老师秀出模拟软体的结果，学生也是一样讨论的。针对结果，然后他们进行讨论。我会秀一些结果出来，然后大家针对这样的现象来讨论。所以他的教室部分也是吗？也是，上面全部都是。那
对。OK， 好，来，那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中间有很多的不同，对不对？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就目前看到的收回来的资料，我们可不可以说翻转教室就是我们让他课前有预期，然后课室之中我们让他们用讨论的方式学习的可以获得最好的成效，而讲述法目前看起来比较低，但其实讲述法又比他高，对不对？好，假如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前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下一个问题是分数真的那么重要吗？现在学生作弊的原因就这一个嘛，对不对？比起个人品性，他们觉得分数更重要，所以这是之前泰国发明的效果应该非常非常好。那另外我想要让大家看另外一个图，再跟刚刚那个图比较一下，大家的解读有不一样吗？好，老师请说。郭老师，对不起，我们能不能再把那个你刚刚讲的操作软体跟展示 PPT 的定义，可能我不知道跟老师跟我的想法怎么样。我自己个人想法是，我还是不太清楚。您所谓的操作软体是操作，我可能讲授可能模拟软体，就是我可能模拟一个学业的循环，是自己操作整个学业循环的那个软体。对。那 PPT 只是说我可能把教学内容一页一页展现。不是，是模拟软体里面的结果，模拟出来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模拟的结果变成图片，用 PPT 呈现。就是一片一片这样。对，就是没有模拟的过程，所以也没有学生操作的过程，也没有老师操作的过程。好，这个图跟刚刚那个图大的解释会一样吗？有没有老师发现到什么玄机？讲座法进步最多，学生分组学生操作的就没什么变化了。 OK， 还有吗？这个分数应该是作假的。这个分数应该是作假的。怎么会都一样？怎么走了？OK， 好，老师你可以站起来跟大家讲你刚刚的发现吗？太棒了，谢谢。是从21、22分开始。对，现在是从零开始，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这张图跟刚刚那张图是一模一样的图，一模一样的图。所以真正的状况是怎样？真正的状况是它确实最高，它确实最高，它很显著的比讲述法高，但是其他的不见得有差异。所以当老师们会听到说，欸，某某某某，什么经过怎样的教学把他的分数上升了几分的时候，要不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有看过这张图吗？我刚刚完全没有放标准差，对不对？所以不要被那个分数迷思给绑住了。OK， 我们真正应该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刚刚可不可以得到看影片比阅读文字好的这个结论？老师，你认同吗？有人摇头，没有人点头。有没有老师想要分享看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问题来说，我们在做翻转教室的时候，是不是要让学生来看影片？效果会比让他单独的阅读来得好，这是我们刚刚的结论嘛，对不对？我们做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有吗？简单来表决一下，老师你这样子觉得看影片效果会比较好的请举手。一票两票，一二三四五，好，请放下。你觉得其实阅读文字效果就跟看影片一样好的，请举手，或者比它更好的。好，请放下。那没有举手的老师是？一样好，不一定，看学生。OK， 太棒了。我今天就负责一直问问题，对不对？给大家思考，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
根据梅耶尔的多媒体认知学习理论，这是最近的现在的显学，对不对？现在我们整个的显学，所以双重前进模式，我们的讯息来源会分成两种，一个是文字，一个是图片。然后文字会进入，有可能进入耳朵，有可能进入眼睛，图片只是进入眼睛。所以我们有两个不同的通道，讯息会有两个不同的通道进来，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耳朵。耳朵跟眼睛可以进来的讯息的量都是固定的，所以当资讯量太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受不了的。好，那我们只有用一个通道的时候，其实我们把另外一个通道没有用是很可惜的。所以进来之后，他们会互相影响，再经过转换，然后以及先被知识的影响，造成的结果就是要有同时两个通道都进来的效果会比较好。那简单来说，分成几个要点。第一个是多媒体效应，不论是书或者是电脑学习环境，学生从图文比单独从文字学的深入。换句话说，依现在的主流的研究结果是，确实看影片效果比较好，确实是。OK， 好，来，接下来第二个，要扣除额外的素材的时候，学生会学得比较深入，这个叫做融会效应。我今天其实这个是在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在做分享教室的前面那部分，要给他看影片，或者是你要给他做一些讲义的部分。请不要给他传文字。哦，当然，国文跟英文我也不知道要放什么东西进去，但是接下来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科，然后地理、历史、公民，请不要放传文字进去。哦，请不要放传文字，记得加图片进去。好，然后还有你要把额外的素材拿掉，他会学得比较深入，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好，还有空间接近原则，就是在大家在编讲义的时候要留意的东西，就是你要把相同图片跟文字放在一起，学生会学得比较深入。然后还有最后的。个人化效应，文字要用对话的方式呈现，会让学生学得比较深入。我觉得这个是英文课好像很多这种东西吧，对吧？英文都用这样子的方式。那一跟四我好像不太需要多说，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二跟三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举个例子，这是融会效应。左边这张图跟右边这张图，你觉得哪一个学的效果比较好？右边，但是哪一个图是真实的？左边。那为什么左边学得不好，右边学得好？彩色，我们现在把它换成黑白好了。换成黑白，你还是要选择右边嘛，对不对？图文并茂有说明，好，我把所有的说明都拿掉，你要选哪边？还是右边？为什么？清楚，对，比较纯，对不对？因为它给的资讯太杂了，对，所以这个就是融会效应，好吗？哦，请大家要记得，就是把不要的资讯都拿掉，不然会混淆到他的学习。然后接下来是空间接近效应，这三个图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假如今天就是气象主播都播了，就是播了这三个图让你选，你会比较喜欢选哪一个？你看哪一个可以一目了然了解现在你的县市的那个雨量是多少？左下，右下，有人选左上吗？差不多，应该是这个会是最好的，对不对？来，谁可以告诉我原因？老师试试看。它先标示那个地区性。先标示地区性。我们会直接先看到说我是在中章这部分，对，再去看雨量。OK， 好。除了地区性先标之外，因为这边的是先标雨量嘛，对不对？很棒的那个发现啊，给老师掌声鼓励一下。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老师还有发现什么？老师请说。就是你会发现上面的红色，然后那个北桃竹苗也接近红色。对。加乙那个部分是黄，加地图是黄色。所以颜色是有搭配到的，对不对？对。太棒了，掌声鼓励。OK， 还有没有？这边颜色也有搭配到啊。好，老师请说。这个县市是围绕着地图的。县市是围绕着地图的。对。OK， 所以它的图片跟文字是放在一起的。我们是学习上面是比较有利的。谢谢老师，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四个，就是大家在编讲义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要留意的点，跟大家分享一下。